我们三人在。我们三人在Ontario 的机场，然后我们在等去西雅图的航班，因为我们这一趟去 Fairbank 就是去阿拉斯加会转那个转机，然后我们昨天4点多才睡，因为在整理那个行李，然后现在快9点。就还很困很累，我们现在在Seattle。别拍到我啦！我说了，我要戴帽子才能拍我。好，哎，他头有点晕。其实我之前来过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，可那时候是非常匆忙，所以很开心又来到这个机场了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在1个小时之后就要直接直飞到阿拉斯加，然后我们要来吃我们的第一餐，这叫做Boozza， 大家看一下，咋啦，我们等一下吃完之后差不多就可以上飞机直飞阿拉斯加。冒烟呢，哇塞，那个感觉，哇哇，好酷！没有想象中冷，有吗？没有，有，就进入冷冻库好吗？你好，是 James 吗？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 Jason， 你好。啊，你好，上车吧。好，我来吧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来吧，就这点行李吗？啊，就这点行李。对对。OK， 够吗？能吗？还可以吗？对，还是准备了很多。哇，踩到冰块的感觉好酷哦。我刚刚手往地上摸了一下，觉得还不错，觉得没有很冰，觉得很好吃。麻烦你两位出示一下 ID。 好，就这样。你看你看窗户上的冰晶，哦，这样就可以看到了。看我的全副武装，冰箱很大，然后现在是6点多，然后我们要去这个旅馆的餐厅吃东西，我们肚子很饿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吃完可能会去外面晃。你说哪里？应该是 Melbourne 哦。Taken by Hunter， 他真的有 Hunter。好近哦，拍到吗？你蹲低一下，好大哦。另外一只很像那个 Game of Thrones 那种。哇。然后这边有个小商店，我们要稍微看一下。我这次来只带马丁靴，然后就穿马丁靴。你知道这个脚背好痛，会看到真的极光，希望。期待哦，他真的长这样。听说真的看到实景，真的就是差很多，好看多。这是好吃的冰淇淋。你喜欢甜筒，这个跟这个。The restaurant is going to be this far hall. You're going to go all the way through the 2 exit doors, and then it'll be on the outside right there. Thank you.、Oh, thank you. 哇，听起来好远。对。他们的舌头是怎么？就是这样，这样。这是他们的嘴唇。那你的配乐，来一点。加一点配乐。噔噔噔噔噔噔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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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唱一唱就有人开门啊！又来到温暖的地方，太棒了！随便坐，随便坐。那个车被包起来了，好像夹心饼干。
那我也跟着、有叉子不用，实在是。好，那再来一个炸鸡的 ASM 啊。白河宫里的干杯，敬我们第一次看到雪。我们现在吃饱，然后我们要去外面晃一下时间，因为外面比想象中冷。小心不要滑倒哦！真的雪。嘿！在天很冷的情形下，手机耗电也会特别快。没错，这边好整齐哦，一坑一坑的。狗狗的大便。狗狗在这边大出来就变冰块。哇，你看这个桌子椅子线多深，哇，好深哦！天哪，超深。那我可以躺吗？可以啊。好怕。来了，数了，一、二、三。啊，好弯哦。会冷吗？不会，没有感觉。换你吗？真的哦，那要玩。有了，有一点冰冰的，换你来。来喽。好。开始。一、二、三，躺。我不行，我的裤子不可以。而且我的脖，我没有围巾，好冰啊！它掉到我的背里了。抱抱，抱抱，抱抱，抱抱有什么用？抱抱，抱抱没有用，好冰哦。那我们进去了啊。真的是没有玩过雪的人在。我们现在就是在，现在是晚上十点多，然后我们就在等小木屋这边等极光。发热衣，然后又穿一件带羽绒衣，再穿这件外套，然后裤子也是穿了保暖裤，然后又再穿滑雪裤，然后靴子，这个靴子就是仿的，所以它没有太有什么保暖的功能。这个是马丁靴。